小乔，我来看你们。他们说啊，你是唐国的叛徒，是一个傻子。我也想骂你，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哪怕我拼了性命，也要帮你把真真给孩子给送出去啊。可惜我现在想骂都骂不到你了。你为了你的信仰，无反抗的坚韧，有独身鏖战的精神，你是一个英雄。至于成败，